好了，比赛结束，再玩一轮吧，再玩一把吧，挺好玩的。都有这意思。斯维斯玩一轮牌去。斯维斯，谁第一个？还是小我还先。这回比上次稍微近一点，然后挡着让他们觉得碍眼。好，哥推你一把吧。这样吗？来，坐里面。坐里边吧。把脚拿上来。三一起，三三一起。你俩推底下，我推上面。好，别推上面干嘛呀？拔得头头。来，推吧推吧推。那三二一。哦，这个站位弧可以。你们三个这个力度可不是让我知道这样。你最后你通过了自救。来吧，你们把它撞下去。最好撞，最好撞，不要直着撞，斜着撞，只就直着撞。你准备好下巴。别给我妹妹撞废了啊。告诉你，一二三，走走。这个就很难了。太棒了，我可坐在这儿的。你就应该斜着撞，还真是斜着撞。没事儿，下一个他就下去了，你就留下了。来，你们出一个吧。花花，你怎么弄？我跟小童堆在一起。这俩是挨着的啊。这挺要技术的，把它撞开。侧面吧。或者你不撞他，你也跟小童并排去。啊，也行。哎，还是想撞我。我们来看看花花这把的走位是怎么样的。这男的，第二把花花，来开始击掌了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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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要没 GoPro 他就进去了。你俩是吧？你俩是吧？气势啊！好可怕呀！感觉亮哥要暴击了。感觉咱俩能飞到那个岸上了。看中间啊！来，亮亮，就看你了。呜呼！呜呼！把它清掉，清掉，清掉，清掉。来，好，打！哎呀，我来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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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也行。刘姐，我就直接撞他是吧？直接撞，撞了不拿分儿。我觉得是弄下去。你们自己判断啊。来了。哦，呀哦呀哦。厉害，玲永远都在最后那一刻。